这关会不会被越塔？我这边隧道了，钢铁勾射勾了一下，还是踢出来了。等你闪现交了才往前，最后点燃两个闪现，直接正面 ace 带走了 Mid Faker， 拿下首杀。像谁要弹塔？感觉给尾鱼弹塔吗？是先做骚扰，知道了，要走出去的瞬间，来打一炮，一个 AQ 就杀了，回风扛了两下，这样等塔的伤害再重置，要不要再来一波？你看一下技能，再来一波吗？水球中了，加速直接走，但直接扛到死，直接死掉，没有关系。这 DPL 被打出来了，军校想要一技能，看到了，军校哥，一技能过去要杀，是不是有一点冲动？这会被反杀吗？军校被反杀了，可能要再睡一下，可能要再休息一下，今天可能又没睡觉了。是我这里来到中路，水球很漂亮。顺序勾的不错，但六等的卡米尔，修女是直接盖住，让后面的阿伟赶到。搭配的钢铁勾射目标是前方残血的辅助，顺势拿下就可以让阿伟变身。这波立志新势力依旧三打三打不了，玩的也是很细节。是，而且被勾到，再勾一个被留住，这个 Faker 也倒了。8分钟还有三层，掉的比较慢了。我这边滑上来有，牙术有六，直接起飞。下面下了虚弱，双方互相虚弱。不过微风看起来可能会死吗？吃了毒入反扫。直接切断 R 技，然后开始用被动杀掉了对面的辅助。往另外一边回到中路，插个眼，直接被踢。沉睡梦玉丢到了远方，自己被盖在了原地。最后是闪现的一个普攻，修女拿下人头，但也要被塔给打死。打了个一换一。那就是看另外一边要秀烟雾弹，先躲起来。哇，这里六等的这个大姐的被动能不能敲？对面 R 技能位移再拉扯，最后是扛塔反杀，跳了369，被军校反秀。哎呀，直接跑掉了。杨基上来盖住大面纳米，哇，这用 R 技能加碎，但他没有打到，直接被一个扫堂腿扫死，操作很完美。烧两圈啊，这个哇，这一烧下去，烧个20圈都不是问题啊。现在来到了下半部一波的开战，不过牙齿有起飞的能力，阿伟知道打不过，直接交了一个闪现走。但另外一边卡米尔修宇可就没这么安全了，而且月灵还在追，成功换掉了阿伟。不过这把的老大哥是微风，开始套着纳米的一个加速准备追击，但立志新视野人员是准备好技能已经 CD 完毕之后要反打，微风跟 Tuna 选择撤退。军校还在后退吗？想抓到看对面，因为阿伟也在旁边，但一个烟雾弹是直接被对面的 R 技能给吸到。烟雾弹时间有限，不过套了39，扛了两下塔，上上套了点燃，准备要被烫死。阿伟顺势利用大绝贴了过来，针对的是月灵，后面还有微风的包围，炙热毒入直接从下面往上扫，直接扫死了。留在另外一边下半部的位置是 Tuna， 直接夹着修宇两人夹到了二塔的柔一 ，Mid Faker 再度倒地。不过中路的位置抓了一波机会，立志新势力的牙术终于有点画面了。而且勾到，选择直接飞，接个大招，微风有办法活下来吗？双方互相虚弱，扛塔的 Jesse 走位一下，走位一下，哎呦，过头了，虚弱，没办法，就收头。后面的微风是在另外一边看到了 ，Q 了一下，搭配后面的威尔哥、阿伟过来，不得了，难道这个威尔哥是阿威尔哥吗？阿威尔哥继续追，一个晕血留住 Cat， 想滑，但滑不动了。这里再一个炽热屠戮，直接扫到杰斯宇打不动，想回勾留下微风遮蔽的那个视野划不了了。
直接卡住了。然后捡了你的尸体之后，再用风墙开视野，再秀一波。哎呀，操作你不会滑，我教你啊。嗯，这一切只在操作。在另外一边是想进攻的面 Faker 被阿伟直接正面击杀。但这里中路是一个机会要抓，是微风，不过有个海浪突然的保护，这里还是勾了出来。但后面有个 TP， 这里路线看起来不会死，连续的一个拉扯，丹娜跟亚瑟的 combo 终于成功，直接把微风给带走。那这个闪现，但修宇还有操作机会，一个钢铁勾射，当精兵全部拿下人头，但 Cat 有机会收头，不过军下竟然来了一个阿卡丽的串烧，前面的发育太差了，还不如纳米的那个泼水，你知道吗？我看他 AQ， 然后伤害100。好，画面回来，这是一个死亡的门。坐车出来的人可能要死了，还是要继续冲，但蹲在眼睛上可能就危险了。就直接打一套精密解剖，让你剩一滴，大家准备互相打招呼，就一个普攻。我这边一回家，十八分钟终于出了第一个神话的窗。好，另外一边这图扫起来，大家目标都是月灵，但是这个大姐没吸到，动画出来了。但没有打出额外的效果，牙叔这里的风墙效果不错，但是往前滑的时候也直接被打倒。看哪，我还没上车啊，非常的危险。那这也是个钓鱼，因为阿伟赶到了，一个往前戳，丹娜再次的大绝，他说又冲出来了，有动画，牙叔当时我冲出来，但他被虚弱的同时，杀进来的是微风，跟阿伟再次的贴近，来到了上半部，修宇直接跟 TOP369要正面的对打起来，防守就要倒到一个精密解剖，直接破开。变成两半的励志新势力是一个 ACE，